哇靠腰嘞！哇，吓死人啦、啊！怎么会有大章鱼？那能不能打、啊？那个大章鱼能不能打、啊？看到我就逃走哎、欸！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，I am old man， 儿女感，欢迎各位再度来到老头的游戏试玩时间啊！今天来试玩这一款游戏呢，叫做《水中之死二》哦。哎，《水中之死》这一款游戏，一代老头好像曾经玩过的样子。哎，我印象中一代这一款游戏呢，好像玩起来没啥内容，就是一直射鲨鱼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就是。拿着你的那个什么海里面的那个什么鱼叉枪吧，哎、欸，一直射鲨鱼，然后呢，撑到多久时间死亡哦，你就拿多少分数。但是它这二代呢，好像多了蛮多新的元素、哦，好像不止鲨鱼，连武器种类也变多了。然后、哦、据我了解吧，好像还有一点剧情的走向啊，里面还会有一些克苏鲁的生物哦，哎、欸，在海底里面你遇到那种克苏鲁生物，应该是。蛮吓人的啦，应该是这样讲啊，就是很吓人啦。那老头就来试玩看看好不好？哎、欸，那也不要抱太大的期望啦，因为我看评论好像就好坏参半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那这边写说训练完成之后开始解锁是吧？这个游戏是由两个朋友创造的。过去几年里，我们倾注了我们的心血，我们希望呢会让你感到恐惧与兴奋。好。反正就是两人团队做的啦，啊，黑水湾一直笼罩着神秘与恐惧。哇 ，BGM 太大声了吧，兄弟！好哦，哇塞，这个 BGM 是要炸死谁的耳朵啊？我的天哪！啊，传说只要到沉默的废墟，失落的宝藏，啊。死亡的可怕海妖巨兽。当地渔民报告说，海洋生物已经成为、欸、对鲨鱼和生物攻击越来越敌对，越来越频繁。啊，好，他这个音乐没有做好啊，忽大忽小啊，刚刚前面很小声，那边超大声。Oh my gosh！人们认为该地区的水雷上有炸药，战后已停用，但仍有爆炸存在。嗯哼，研究船不敢冒险靠近该地点。我可以调声音了没？进入潜水区的唯一方法就是啊，乘直升机降落。作为专业的潜水员。你已被一组海洋生物学家聘用调查这奇怪的事件。啊，可怕的威胁！好了，我可以调声音了没？你的噩梦现在开始。好可怖哦！我只觉得他的声音比较大声，比较可怕吧。什么不可怕？就声音太可怕，太大声了。啊，现在才开始读是吧？可见他那个应该是用音效档。珊瑚礁，打开武器轮，氧气剩下还有四分多，杀十只狮子鱼。这个吗？啊，空格是往上游。哦，直接一开始就让你射狮子鱼十只啊！这不是有剧毒吗？我记得，哎，怎么射不到啊？嗨，你好。你欠射吗？射不到啊！快点装一下。哎、欸，对，这样就中了。太早开枪会射不到、啊。哦，有鲨鱼。他、啊、要我射狮子鱼，我们就不要射鲨鱼了，好不好？先解任务吧，因为现在是在训练。你看他这个做的栩栩如生，有没有？做的超级逼真的。啊，回去是不是？好。那我看一下狮子鱼在哪里。我们要射狮子鱼，我们还有七只要射，会不会太多啦？不是训练吗？
训练有必要这样吗？没中，我们就乖乖给我射这样子、欸。嗨，你好。好，我把它射完了。完成一半了是吧？哦，他们还过去把那个鱼给吃掉啊！我现在在帮他们弄食物这样子。哎，你们要吃四只鱼吗？还剩三分钟。啊，你那个狮子鱼看的不是很清楚啊 ！Oh my god， 完蛋，剩三分钟了，我们还有五只要搞哎、欸，还剩一个 ，One more left， 最后一只在哪里啊？可以不要长那么像吗？哎、欸，那里那里，我来了，有结束了，好了，那这样子哎、欸。拿起氧气罐，标记，朝那方向走。哦，看到了，氧气罐在前面是不是？按下 Shift 可以快速移动啊。我觉得画质还不错啊，就整个很逼真啊。哎，很有在海洋探索的感觉，超逼真的、欸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把它装满，装满了。然后嘞，该地区水流强劲，我们扫描已无法找出准确的位置。讲太快了啦。所以嘞，他要找宝藏不是吗？好，跟着那个。跟着指标走，那边有一个嘛，这指标其实引导明显，引导比较不明显了，我觉得就应该要发亮发光这样子。啊，你现在说要收集三个宝藏啊？请问一下，哪里呀、啊？对啊，三个宝藏呢在哪里？这引导教学有点废哦，往这里走看看。哦，这里啊，三个，所以我们要自己想办法找三个，然后氧气不够回去这样子。哦，好多钱哦！我们要在氧气结束之前，赶快找更多的宝藏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好，往这边看一下。培训结束。哦，三个宝藏物品啊，所以我们培训已经结束了、哦。可以射鱼。培训结束了，我可以射你了。乱杀鱼。啊啊！第一名怎么长那样子？全世界哦，这是第1200名，这是第1199名啊！我在世界前五，好、哦，不理他了。啊，现在是正式开始玩了是吧？搜寻那个悲剧的悲惨的船，找三个宝箱，好，好，这个应该是不会攻击。奇怪，我记得预告片里面有一只深海巨兽啊，怎么没有看见？还是那时候后面的关卡才会有啊？啊，不管了，反正他们应该是不会攻击啊。我们来找宝藏的啊，宝、欸、这个还会发光，还是给武器吗？嘟嘟嘟，哎、欸，投石弹药，投石器，子弹啊。射下去，什么东西啊？最好的成绩，嗨你好，哇，一枪毙命，真的假的？我这么残忍啊？对不起，生而为人，我很抱歉。嗨你好，快跑吧你，老头都乱射，哎、欸，有声音哦，有宝箱的地方就有声音。有声音的地方就有宝箱，好，150块，
好嘞，这下面应该还有。他说三个宝箱嘛，继续听声音。这边给我感觉好像有的样子，氧气还是够的啊。这里，奥德赛号，你反应也太慢了吧？这些还要自己捡，很烦哎。你们难道不能就一开就自己捡吗？一开就自动捡吗？啊，我们要环顾四周看一下他是怎么沉默是吗？啊！什么声音？哎呦！什么声音 ？What the fuck？ 怎么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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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好像不太妙的感觉？哎，他们是想要咬我是不是？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怎么突然很凶啊？发生啥事？我听到声音了，宝箱在这里。找到宝箱，找到宝箱了。只是右上角那个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懂。第三个。我感觉那个声音越靠近越不太妙啊。Oh my god！ 哎，这还有方尖碑、是怎样？亚特兰提斯文明，古代文明啊，干什么？欠色是不是？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海妖会使用某种精神攻击来控制生物，所以待会会出现海妖咯。我还没遇到海妖啊，该不会是那个游戏预告片里面那个海妖是不是？然后就我们继续找，这边有就是恐龙骨头，是不是？恐龙骨？哎，我们快要没有氧气了、所以我们其实不能逛那么远，是不是？我有痛，看来只能射他们了。这个应该是要攻击他们，把他们杀光之后就会递减右上角的东西啦。啊、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所以说可以，这算是一个关卡一关这样子，搞力杯搞这么久，哦，可以升级呢。这什么？衣服的厚度、氧气容量，哦，还有一些 RPG 升级元素。才550而已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闪光刘海，是手榴弹吧？闪下他们这样子，然后再可以升级，提高射速。我想要氧气容量，然后冲刺增加。哦，大概知道怎么玩了。下一潜。好了，下一关呢？原来是这样玩，害我搞这么久。暗黑破坏神。这是第二关的剧情啊。所以我现在干嘛？算了，往那个指标前进。这一关搞不好遇到海妖哦。就封面的，不是封面，那个叫什么？哎呦，又来了。就一个白色的鱼人鱼。
应该是吧。所以说，刚刚那个是海妖控制他们的精神意念在攻击我啦，不然他们基本上其实是很和善的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哇塞，这怎么回事？被啃食的骸骨。哎，装备，赞哦。嘟嘟嘟！可爱的小莎莎，这边都是给装备啊。哔哔哔！好，往这边走。哦，我游的速度好快啊！我喜欢这样快。前面那个是失事的飞机是吗？好像是诶、欸，对啊，失事的飞机。失事的飞机里面又有什么 奇怪的状况下坠毁，是一二班机。皮肤已经被剥掉，眼睛被挖出，可怕！被精神意念攻击，导致坠毁这样子。尸体皮肤被拔，眼睛被挖，这样。又来了是吧？又意念攻击了。海妖又开始意念在控制那些鲨鱼，那些鱼要攻击我了。我连一个宝箱都还没找到，你就这样子，这样对吗 ？Oh my god！ 下去啊，一枪一个，一枪一个，哇，没射到头。奇怪，补血不是 F 吗？走，不能补血啊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哎呦呀！补血啊！补血包是假的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变成力啦？奇怪了，你到了第二关变成力补血，我们看错啊！哎、欸，干什么干什么？哇，全部都 K 笑啦！哦呦哦呦哦呦！哎呀，乘以十！哎、欸、哼，这个要射到头就直接秒死了，就不用浪费那么多子弹了，有没有？可惜没射到头，算了，边逃边去拿氧气罐好了。先跑，先跑，先跑！这边这一关根本没宝箱啊！想咬我是不是？去死啦！解决了。是啊，他是不是要自己自动结束？还真的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宝箱都没找到哎、欸！这一关有三个宝箱，我一个都没找到。才50金币而已，哇塞！所以这可以刷浅钱就对了啦。附近的巨大物体，可能是一只金鱼，不确定。残骸物附近有巨大物体，真的假的？好吧，那我们走看看。其实我也不知道往哪里走、欸，我怎么感觉场景都一样啊？古老符文藏在这里。黑暗势力是什么？黑暗势力将这里占为己有？你想知道，我不想知道，好不好？可以不要闹吗？
我还要顾及我的氧气够不够，然后还要探索，氧气又不能备用啊，感觉都没有用啊。我觉得他是想要把这游戏做的可探索性的，但是我觉得，我自己觉得啦，没有一些引导的话，我觉得会有点沉闷，就要看每个人怎么摸索，有摸索到就觉得有趣，没摸索到就很无聊，因为他没有任何指引，他只指引氧气包给你而已，所以呢，你就会不知道自己要干嘛，宝箱吗？没有宝箱。啊，说好的古老力量嘞，这个克苏鲁哎，这画的有点可怕。克苏鲁哎，图案上面有什么？没东西。啊，都来这里了，还是没有找到宝箱。一个宝箱是会死，是不是？然后这边我还钻不出去啊！我是有多胖啊？我是有多胖？请问一下，完了啦，没有氧气要死了啦！你看，好不容易来了这么远的地方，摸索了一下，结果呢，没氧气又要回去了。哎，真的是。这种折返的心情就像深海迷航一样，不过深海迷航比较有趣的地方，你是最起码你还可以带着资源走，这个是连东西都没有，就是没有收获的感觉，懂吗？你就是带着失落满满，什么物件都无摕到，回去啊，不一样吧？你那深海迷航，你最起码你还可以就哦，我今天捡了一些东西，赶快回去多做一做啊，是吧？哎，这没有。带着空虚回去，咬屁啦！走开！我什么宝箱也没捡到啦，吼！然后又要开始这边，哦，这什么？这是水雷啊！先让我补一下氧气，我快死了！完蛋了，来得及吗？这边有宝箱哎、欸，我听到声音了。去死吧！去死吧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不可惜。我这边听到宝箱声。怎么又没了？怎么又没有宝箱的声音了？靠北，我要被围死了！他们很强哎！完了，一个宝箱都没捡到，还要被这些撸，干什么？好，感觉快不行了。我要死啦！原来宝箱在这里啊！死前开宝，我死也要拿到钱，不做穷鬼。好，我居然活着，继续。嗯哼，还没打完了，完了，剩两滴。剩两滴，剩两滴是要玩什么呢？就躲。看那鲨鱼很会追哦，这个射到头还不死啊！哎，没射到，要死了！哎，没死，没死，要死不活。好，这个也死了。还有吗？怎么还有啊？
还会闪欸，超强的。现在越来越厉害就对了啦。好，我们其实可以等时间到，你知道吗？射中头暴毙，一枪毙命，一枪毙命啊！兄弟啊，不要，对，一枪毙命，我最爱了。快过了，快过了，过关垃圾啊，小垃圾，嘿嘿嘿嘿，你是不是小垃圾啊？那350而已啊，穷啊。350是可以干嘛啊？射速提高。我觉得他所要求的金额实在太多了，这叫我们怎么玩？好，这一关呢？上次潜水的同一个区域，那些异象现象再次发生，鲨鱼变得具有攻击性，跟之前一样。附近啊，找有价值的东西。这哪里有箱子啊？刚刚搜寻也搜了老半天没有啊，就搞了这么久，还是没有遇到海妖啊。所以我说那个海妖嘞，啊，所以我说那个海妖嘞，没看见海妖。又要找宝箱，提早把它做掉不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做掉它没有奖金欸，没有那个分数欸，金黄色的分数没有。这么穷啊，给一个而已。往这里走看看。听到声音了。终于啊。最多就给四个这样子。哇靠腰嘞！哇，吓死人啦！怎么会有大章鱼？那能不能打、啊？那个大章鱼能不能打、啊？看到我就逃走欸，害怕、啊。欸，他们全部都 K 笑了啊！来，最后一只吧，打完应该就没了。干嘛干嘛干嘛？这一只，这一只，结束，下一关，耶！冲啥？哎，宝箱一样只找到一个，350，真的不能干嘛哎、欸？啊，这样子行不行？下一钱。都到第几关了？赶紧离开那里，前往石油钻平台底部。哇！哇！哇！我射死你！这个一开始就这么刺激的吗？我觉得可以啊，就是要这一种啊！啊，怎么刚前面那么无聊啊？
对啊。他是被缠住是不是？对啊，你一开始就要给我玩这种啊！哎，不见了。哦呦，他突袭啊！赶快逃离，这一关是逃离游戏是不是？我喜欢。一直在水中佼佼者，哎呦，才刚讲而已，这种水中佼佼者居然杀不了我！要躲那边，要躲那边。对啊，我觉得你一开始给我看这个就对了啊！前面在那干嘛、啊？无聊死了！我讲真的，前面真的蛮无聊的。哎呦，被扒头了！躲这一面，躲了，躲了，躲了。各位再见喽！哇，居然没射死！哎，差一点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神龙摆尾！神龙摆尾，神龙摆尾，这样才射不死。你好硬啊！哇，没射到。神龙摆尾啊，我要死了！谢谢大家。剧中剧中，全剧中失败，被杀。哦，成为另外一个海下恐怖的另一个受害者，好吧，就差不多这样了。好啦，这游戏大概就这样子哦、喔。我个人是觉得目前这款游戏呢，十分的话我给五分。为什么？五分是因为它的画面跟它的海底恐惧感呢，深海恐惧的感觉很加分，非常的优秀啊。另外五分为什么没给呢？剧情引导很烂，然后呢，剧情内容还蛮无聊的，就是触发，就是赶快找宝箱，然后呢，赶快等一波啊，一波海洋生物被海妖控制，然后呢，来杀掉它这样子。嘿，一直重复游戏内容玩法就是一直这样子重复，除了刚刚被那个超级大的章鱼追之外，还蛮刺激的。其他我觉得中间太多这种一模一样的很无聊，所以呢，我只给五分，就这样子啊。我是觉得啦，中间探索的过程你可以多加一些引导，或者是说呢，你不想要找宝箱了，你想要马上进入对战，直接到下一关，加快别人游戏的节奏，而不是在海里瞎忙，不知道自己要干嘛。能做的事实在太少了，所以说就会变得非常无聊。那这款游戏现在特价、哦，原价包300多块吧，特价295，我觉得不值这个价钱了。我觉得大概118块或是120是差不多的吧，没有到这样300多块这个价值啊，我就这么觉得。好啦，希望大家呢看了这款游戏之后呢，看老头玩哦再决定要不要买吧。我个人是觉得我是被这个游戏画面吸引，但是内容还蛮废的，有点想退款。哈哈哈哈。好啦，先到这啦，感谢各位今天收看老头的试玩啦、啊。如果喜欢这种系列呢，记得按下喜欢、分享、留言、按赞，好不好？这样对老头说非常大的帮助。感谢收看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游戏试玩再见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